些朋友来到大我们中间来参加敬拜。这里现在就开始我们今天早晨的礼拜。宣召，上帝啊，求你保护我，因为我可以，我的灵啊，我的罪啊，我讲，你是我的王，你以外我无福气。我常常敬奉耶和华是我的旨前，因为你是我的正面，我就不忧愁。因安尼，我的心欢喜，我的心快乐。在你面前有满足欢喜，在你的正手有永远快乐。这时咱今仔来吟圣诗，圣诗157首，圣诗157首。圣诗157首，我们打在我们投影幕上面的话，好，我们今天呢用台语来吟，提高教会的弟兄姊妹感受一下，好，跟着我们的先帝，好，一起大家来跟我唱一圣诗157首。主爱神，你伫早时建立这世界，坚固地基。求你来点信徒心里，各项欢喜使你惊奇，召唤我伫弟兄之间，各款通得做你圣殿。圣诗157首，请咱起立来吟唱。Oh!
新的改变，咱就来念。你的真心真情真意，也祝你的上帝，这个家是我的，也是爸的，第二个也是上帝的祖国，你的名祝你有心情的意义，你的名字是传不过来的，身体也都不好，还有新的改变努力，有新的圣旨后壁面经文是咱屏幕面顶，在我们屏幕上面也有起应文，一起来读起应文。经文第二篇也是诗篇第二篇，一方下属传话，世情的君王站起来。日地灯摇花，风铃就插进伊的肩膀，这是天顶的日照，一时要伫伊的身躯中来对伊讲，主讲我已经设我的王。我要传圣旨，你是我的囝，今日是你，你求我，我就将立方予你做基业。你要用智慧拍破伊，那你的王就智慧。敬畏来服侍妖花，用水浸圣镜，因为伊的受气要紧紧发出，
起三大阿婆来的我弟兄，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在礼拜天的早上赐给我们温暖的阳光，灿烂的阳光照耀着我们，使我们心里面能够获得活力，获得快乐。我们感谢你，我们也感谢你领导带领啊我们的姐妹教会、一般教会的这些众兄弟啊、众弟兄姐妹来到我们中间，与我们一起来敬拜你。我们也感谢你引导我们敬拜的陈茂林牧师来带领我们今天的礼拜。我们将所有的一切都感谢你在你面前，赏赐我们，使我们能够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得到灿烂的阳光。我们也知道，我们在世上能够你有我，你带领我们来征战这个世间的对敌。我们也知道，我们要归顺你，我们能够当你基督的军兵，当你基督的军兵，我们服从你带领我们，我们一定得胜有余。我们也祈求你带领我们，在我们一生的日子里，你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的脚步，走我们所要走的人生道路。也求你与我们同在，跟我们在一起，赏赐我们所要得到的一切。求你保护我们，不会受到我们世上所有的这些黑心理由以及啊这些所有无益的事情来搅扰我们，使我们心里面平静，如同我们敬畏你一样。求你在我们心里，我们虽然对世上有很多的疑虑、很多的不满，但是我们对上帝，你一定满意，因为你照顾我们，你会引导我们。我们将今天早上所有的敬拜都交托在主你的手中，带领我们崇拜你，你的心灵、你的心灵、你的圣灵会临在我们当中。我们将祷告。阿门。
这么多年来，心肝拢拢一个感动。有一天，咱的献花队，再老的吼，拢有通替伊，再少年的拢会起来。